有没有感觉到被他轻快呢？能有。那接下来这首曲子比较特别一点，它是比较流行音乐风格的小合奏，然后是六重奏。然后这首曲子的作者，他我还没介绍他曲名，他的名字就叫凌晨两点。他作者。然后他的作者就是在夜间凌晨两点的时候，可能是有感而发就做出了这首曲子，然后让我们听听看他的感觉吧。Thank you.
然后听完之后有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凌晨2点的时候听到了听到歌曲，一个宁静祥和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都开始收了，不是我们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有一首曲子，它的名字叫做《赛马》，是二胡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典的独奏曲，然后我们配上了电子钢琴当做伴奏，然后由我们国乐社四支二胡，由我们国乐社四支二胡的同学们一起来拉奏这一首曲子。那我只负责去哪里吃吃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先把。